5万多呀。是你是？我在五年攒下来的5万多。几年？五年呢？那五年攒下来的5万多块钱。我就出来上班就要就吃饭就上班，我很少。那从那次的话，我再也不敢相信女人了。那你觉得？你现在在看着，比如说，哎，像小雪啊，在管你接电话呀，或者说，哎，想跟你处对象啊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坏人呢？是不是骗子？他不会骗我。每期都看这个《全人恋》节目，嗯，从第一期2011年8月1号我就开始看，看到是244期，我感觉一期没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看到每一个女孩都比较真实啊。完了，我报3次面都没有通过吗？啊。啊，没通过之后你就开始总结了是吗？啊，对啊，写个爱情宝典吗？以前为啥失败了？我嘴笨啊。完了我那个看了那个男嘉宾嘛哈、啊、我添加他们的微信号啊，聊了一会儿啊，他们都说我嘴笨啊。完之后我就研究一个爱情宝典呢，我应该通过这个面试应该多说话。应该多说话啊。对啊。那这个你看看接下来这爱情宝典顶上写的啥？接下来要干啥了？第一个干啥？看短片呗。